有，来一下吧。电视，来一下吧。来，燕旭这里，跟那个陈兴这里。哦，白的。我不让燕旭看着，他心里住着。他说他不想让他看着。让他上你房，燕旭，让他上你房，别讲话。哦耶，还是的。可以可以，4-2。哇，是。我去，这么犯规，一下给撞飞。对，我觉得陈兴跟燕勋打是非常好，因为燕勋进攻是比较弱，所以得分很难。陈兴是比较壮比较高，那燕勋就可能防他比较难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选择。叫叫！犯规犯规，拉人了 ！Go， 拖一下拖一下。一号龙谁领先的？这么看肯定张立信领先，他拖着将了已经开始。因为进攻是没有限时间的，所以你拿到球如果领先的话，你可以不用着急，可以慢慢运，可以拖延时间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去拿一个星。攻擂方胜。这世界很酷。